乡亲们说，以前最想过上城里人的日子，现在好多城里人都愿意来岱村体验生活。我家住在公园里，成为乡亲们常挂在嘴边的话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坚持 立足农业，没有流失和浪费一寸土地。特色产业发展一直围绕现代农业链条延伸，打造了兰陵国家农业公园，建起了农业企业园和新农人培训中心，走三产并举、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。我们为年轻人搭建了一个村富了不算富，抱团共富才更有奔头。从2018年开始，我们联合周边11个村 一起规划建设田园新城，带动2万多农民就地就业创业。